状况外，医师好无奈，放下看病排行。以前医师没有一个会看的啦。阿贤，你到底看什么？耐心一点好不好？不要像之前那些医师都没有耐心。你要听我讲，你对哪一个药过敏？万灾呢？找到一张字条，写了两个药名，不到三个小时哦，全身都肿起来。他对所有的药都过敏，就是那两个药不会过敏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《妈妈好神经》，淑女家务事。